色的沙滩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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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。有唱对的才可以继续答第二个空格哦。加天团911的经典曲目现场秀一段，气氛超级嗨。不过这个歌词怎么没有唱到？原来这是电视台与直播平台合作推出的音乐益智节目，要网友猜猜看。要是歌词接龙，请注意哦，空格很快就要出来了。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哦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。上台唱歌，请网友猜歌词，与网友及时互动。不过九一一还因为演出赶不上节目开录，直播的突发状况全都漏。刚刚还在树林的台上，现在正在下雨的车程当中，我们用连线的方式问候一下大来宾九一一。Hello， 好黑啊你们，洋葱，你们在哪里啊？直接在车上连线九一一，说这是他做过最棒的直播，直播节目的真实情境直接放送。请问？以下何者是急诊室的缩写？柯文哲在台上答题，同时线上网友也跟着一起透过手机 APP 跟着过关抢奖金，用户粘着度短短两个月增加了30%。看好直播带来的商机，电视台抢搭顺风车，与直播平台跨界合作，就是要把年轻观众群带回电视台，拉高收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